昨日听到新闻，今天三位航天员要回来，心情非常激动，我就构思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刻。于是今天上午我用了大概5个小时左右，用农村的烧火棍跟砖头等绘画他们的头像。航天英雄辛苦了，尤其是你航天员王亚平摘星星的妈妈回来那一刻，看得我热泪盈眶。